我真的孤陋寡闻啊，哦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到底他的骄傲是什么呢？来，请看，我的死党像百分之百的孙淑媚，孙淑媚乘以100倍。哎呦，他的骄傲170耶，170。孙淑媚多少？100，102，160，107，160。你160啊？你有160？有啦，比看麦啊。哦，我懂。脱鞋子，脱鞋子，脱鞋子，等一下鞋子。可是我没有这样脱，没有穿袜子。我不用脱，你看我就比他高。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还真的没有比他高。我们两个。像哪里洗来家擦下？不要叫我们这座山呢。哇，都没比啊，哈，给你 A 下请起来哈。丢脸，丢脸。哇，你的朋友将近170啊。对。哎呦，身材高挑，100%的，长得像孙淑媚。好。看他是不是骄傲了。如果说呢，从这个我们红的这个布帘出来的时候像的话，我们大家马上即刻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如果不像的话呢？不像的话，马上轰出去。但是我请他离开摄影棚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希望你的朋友能够做这些 pose 啊。好，来，到底长得像不像孙淑媚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看，来，1、2、3。哦，来拿一个电箱来，我是给你站的啊。来来来，淑媚站一下啊。我要给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当然是给孙淑媚站的。来来来，哎，再靠近一点，观众看一下，笑一下。啊，这个你叫什么名字？金灵。李金灵啊。哎呦，你为什么会说她是东区之花？然后整个到东区都讲李金灵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她很有名，对不对？对，她有名。然后因为他们那一区的人很少像她长得又像明星，然后身材又这么好的。哦、然后长得像孙淑媚，孙淑媚这么红。对。来，请你往前这个走几步，再走回来，好不好？像模特儿一样。来，李金灵小姐来。哦。哦，好像啊！你们两个站好了，来来来，靠近你，靠近，嘴巴先合起来，我都笑，就一起笑啊！真的好像，你看，来各位请看，来，1、2、3，笑！你看，嘴巴嘴型完全一样，真是像啊！眼睛也是这样，哎，哎，阿妹，你看的结果觉得呢？觉得很像，真的很像啊，真的很像，哎，身高不像，身高不像，但我们不是只有长得像，我们还有其他的才艺。对呀，你会精通几国语言？日语、广东话，真的啊！啊，只能有国语种而已。我会国语、台语、台湾国语。广东国语。表演语言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你在哪边做嘢噶？我还听不懂啊。我还听不懂，还有这种广东话的啊！我俩真笑你。哎，你真的像土地公一样啊！你今天从头到尾坐在这边不讲话。哎呀，赚钱有很多种方法。其实今天来就是一个长相啊。我们本来以为说每一对都可以配对成功。哇，您真会吹牛哈！下次应该他来说我的骄傲。我那个朋友相当会吹牛啊啊！好，来这个看完他的这个骄傲之后呢，我们四位来准备举牌哈。看成绩吧啊！哎，1、2、3。哦。我们也剩下我们的这个车马费3000块。好，来，谢谢两位，请休息，谢谢。哎，今天这个我的骄傲相当的成功。